湾第一人陈清天。有大家伊陈清天，是非分辨上正业。当今社会无人比，讲真甲无私点心边。做工程严格管理，记者收。暗包认真，将有言赶出家门，对乌金展现魄力，欠家己对人大方，这拢是好人尊敬。真心甲道义传遍全台湾，咱要过陈清天，是非分辨最清廉。先进有人敢得志，公正和无私在身边。做工程严格管理，只接受。红包人情，把污染赶出家园，对黑金展现魄力。无人跳的分明，这都是让人尊敬。精神和道义流传在民间。